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elen，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节目了。今天为大家播报的是1月2日至1月26日的 Costco 优惠信息。首先是斯塔夫的四款护肤产品全部减5元，斯塔夫的温和清洁皂六个装减5元，减后价格只要9.99块。温和洗脸液两瓶20 OZ， 另加一小瓶4 OZ 的，减后价格14.99块。斯坦福不含香精每天可以使用的保湿乳液，富含 VE 和 B5， 两瓶20 OZ 加4 OZ， 减后价格13.99块。另外保湿霜两大瓶共40 OZ， 减价后14.99块。露得清的清新沐浴液减5元，减价后11.99块。潘婷五合一的洗发水或者护发素38.2 OZ， 各减2.5元，减价后的价格是7.49块。这款漱口水1.5升装两瓶减3.5元，减价后8.49块。欧乐 B 的牙线六个装减4元，减价后9.99块。Degree 的男士清新白加黑止汗剂，五个装减4元，减后价格8.99块。多芬的女士止汗剂四个装减4元，减后价格9.99块。12卷的厨房用纸减4.5元，减后价格16.49块。30卷的卫生卷纸减4.5元，减后价格17.99块。Ziploc 各种规格型号的食品袋呢，分别优惠3元和2.6元，那么减后价格呢，分别为8.99块至10.89块。21个装的洗碗海绵减3.4元，减后价格是9.99块。5个装的清洁滚筒减3元，减后价格7.99块。欧的洗衣液237 OZ 减4元，减后价格10.69块。泰字洗衣液200 OZ 减4.8元，减后价格19.19块。衣物芳香力30.3 OZ 一瓶，它能使洗后的衣物留下持久的芳香味道，减3元，减后价格11.49块。4瓶装的空气清新剂减4元，减后价格12.99块。这款电动喷雾型的空气清新剂减4元，减后价格10.99块。洗碗机专用的清洁剂90个装减4元，减后价格11.99块。星巴克的中度烘焙派克市场 K Cup 咖啡胶囊72个一盒，需用咖啡机冲泡减7元，减后价格29.99块。不想用咖啡机的呢，可以选这一款雀巢速溶咖啡一冲即可，减4.2元，减后价格9.79块。两款花生酱都是2罐装，减2.7元，减后价格6.29块。另外这一款加了红梅干的脆骨片是早餐的不错选择，减2.7元，减后价格6.29块。36个装的无花果霸减3.3元，减后价格8.29块。这一款14 OZ 的苹果片减3元，减后价格6.89块。这一款由多种健康的粮食加海盐制作而成的干脆片减2.5元，减后价格4.29块。卡夫的这一款 Macaroni Cheese 18盒装减4元，减后价格9.99块。这款的越南河粉9碗装减3元，减后价格7.99块。12杯装的少糖希腊酸奶减3.6元，减后价格6.99块。这款4505辣味炸猪皮减2元，减后价格4.79块。这款火鸡鸡胸肉片3袋装减3元，减后价格6.59块。这款衣物柔顺剂减2.4元。另外呢，现在又到了报税的季节，那 TurboTax 的各种报税软件呢，分别减10到15元。好啦，我们1月份的优惠情况呢，就为大家播报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